眼底下的人。我想那个做一个要一个市场要迈向现代化的话，有关于停车的问题，或是机车进入市场问题的话，这边的话都是要解决。尤其现在一般的消费者的话，哦，对啊，用那个开车子啊，或是机车，到市场来购买的话，哦，都是相当那个常见的。那这一部分的话，有一部分的话需要靠那个硬体建设经费的投入来改善，另外一部分的话，像比如说机车进入市场这一部分的话，就比较不用那个硬体建设的经费，那我们用软体的来辅导的话，就可以达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目的哦。那我们对于一个那个市级的评审的话，我们是从那个市场的那个环境卫生哦，还有它自治会的组织，还有它的顾客的经营哦，按照特色的经营以及政府的参与这几个方面来评审哦，所以这个在评审过程当中的话，是也有一个相当的那个，就是有一个那个规范。那获得这个评审的话是不容易的，在摊商的话，那个评审的话是从商品的特色哦，然后摊位的特色，然后服务的特色这几个方面来评审。那能够获得评审的话，也是相当不容易的。那在摊商们的话，他们获得这个评额的话，一般的话，他们的平均营业额的话，大概可以增加到10%，所以摊商都很那个很乐意的来参与这个评审。有关于食安问题部分的话，我们就是在我们对各市场的在他参与评额的时候，我们里面我们在分数里面就里面有把它规范进去了。另外的话，我们在食安部分的话，也希望说最后的话能够有一个那个就像一般的那个履历哦，那就是目前的话已经有部分市场的摊商已经他们已经做到了，比如说他们在自己的养猪场自己所养的猪肉，然后在自己的摊商来卖，那这一部分的话会逐渐的希望说把这个问题就推向每一个市场这样子。谢谢。老百姓看不懂，对对，真的假的？所以你要有一个机制，这个机制让人去。对，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就是说，如果有他们具备了这样的一个条件的话，他们会把做一个那个就是标示出来，那我们也会随时在代表政府来监督，来这也以防止他们作假。对，好，谢谢。啊，谢谢。公秤的部分哈，我们其实在传统市场都有设公秤。他会定点去设公秤啊，所以有啦，他们那个服务中心或者是可以问一下自治会，一定都有设，不管公营市场、民营市场，我们在那个评鉴的时候哈，也会去看这一个部分，就是平常像民有市场营运评比的时候，第一件事我们一定去看市场有没有设公秤，所以公秤这一个部分呢，是我们政府其实每年在推的，而且它。应该是经济部标准检验局，他们每年会派员到市场去看他那个公秤有没有经过校正，所以这一部分是市场每一个市场都必须要设的。没有问题，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可能日后会加强督促我们的公民有市场，一定要把公秤放在明显的地方，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来使用。对，谢谢你，谢谢。你好，我们是龙华市场经济几载知道网啊，我们是靠手力的吉拉德，纯就是弄这只手工的啊，我们是纯手工的在炸这个鸡汁啊，我们有热的跟冰的啊，热的是专门在治疗咳嗽哦，治疗咳嗽的，还有那个护喉咙湿身哦，都 OK。我们机子好像都是用旗山这边的，对不对？屏东，九如屏东那边，对。那
啊，一年四季都有，一年四季都有，嘿。有机的吗？有机的，对，因为我们都是回来的话，我们用苏打水在洗，哎呀、啊，还有就是用刷子在刷的，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天然，啊，糖也是纯台糖二砂，对，就是，小杯的话几乎十几颗的橘子，对，啊，大杯的话几乎有半斤的橘子，对，啊，我们的橘子是蛮顺口的啦，对对对。就几年了。我们在旗山总店已经快40年，啊，我们这边的话，高雄龙华是4年多，将近5年，啊，我们的回笼客人很多。其实我们算是二代。二代，对，二代。没有改，有什么创新啊？目前是没有，因为我们都是纯手工，传统的方式，古早的方式，都是纯二砂糖，对。是盐城爸爸传承下来。对对对对。特殊的。对对对，我们特殊的技巧。秘方哦。可是我们还是要，就是都纯手工，都是靠这一支在做。我们不是用机器。对啊，因为我们机器的话，会把那个橘子那个里面的那个什么小颗的那个破坏掉，会苦。啊，所以我们都是纯粹用手工的这一支，那个这什么榨汁机。对，我这是我们手工的榨汁机。所以你要不也会新鲜的比较好。对，会新，都是现买现榨的。对。因为我们本身其实汁是比较浓郁，所以可以治咳嗽。热的可以治咳嗽，冰的话就是纯保养的，纯保就是喝凉凉的这样子。啊、所以热的为什么可以治咳嗽？因为我们里面就是糖水，还有加姜，还有加姜，然后配合我们的橘子这样子，还有我们是最主要是我们是台糖二砂啦。对，这是纯手工。我们早上11点到晚上8点。所以要去唱卡拉 OK， 可以先买一杯再去。对对对对对，几乎客人喝的话，喉咙就比较舒服。几乎介绍客人来的比较多啦。哎，我们最主要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量也不多。是哦。对，我们都是要预，有时候都要预定的，因为有时候卖完就没有了。哎，对。我之前去旗山的时候去买那一家，对啊，那一家是总店的。总店啊，我们是有给他加，就是给他加一间来高雄。嗯嗯。之前是一个北北家吗？北北对，阿北北在。所以你们跟旗。